你敢相信吗？有王者主播竟然嘲笑小学生玩王者垃圾。学生打的菜就不说了，他还意识不到自己菜，希望各位小学生好自为之。短短一分钟的视频，高达30多万的评论里全是小学生的破口痛骂，一边靠着小学生赚钱，一边又疯狂诋毁他们。想玩游戏就去玩俄罗斯方块或者是切水果，但他自己都是青铜水平，甚至太菜被举报打不了排位，就这水平有什么资格说小学生？不但事后不道歉，反而更嚣张地进行人身攻击和嘲讽，说小学生打游戏菜，成绩还不好，现在的小学生真的有那么不堪吗？其实小学生中有很多王者大神，甚至拥有国服的也不在少数，他们的操作和意识绝对不比我们差。说小学生菜，他真的配吗？那你们觉得小学生打游戏真的很差吗？